连生活否讲六祖坛经。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次的收看连生活否讲六祖坛经。老子道德经说，道可道，非常道，意思就是真正的道是难以用言语来解释形容的。六祖大师所强调的不动与坐禅的含义也是如此，和一般人的理解不同。但连生活佛认为，在对与不对之间的差别只有一点点，要如何才能分别其中的差异，获得真实的智慧呢？我们赶快来聆听连生活佛的开示。所以现在很多的行者啊，修这个观心法门，修这个禅定，在定中不动，按照六祖所说的，那不是真正的道。真正的道在 every minute every second 都不受外面的轰语影响，这是真正的道。这个实在有时候啊，我在解释这个，有时候蛮难讲的，蛮难的。为什么困难？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禅，什么叫做不动，所以在这里啊，特别跟大家解释这个情形。其实这个解释。大家也是蛮困难的，好像你讲这个禅定的人不对吗？也不是，他也是对的，因为他叫妄念不要生啊，他要自己心里清净啊，这也是对的，不能讲他不对啊。但是你不能说，但是如果他这样子修，还是受外界的是非跟这个善恶好恶影响的话，那就不对了。对跟不对差别只是一点点，像师尊一样啊，说这个法非常的困难，要讲佛法真的很困难。你看现在到处的人啊，一听到这个禅，坐禅就是坐禅，坐禅是什么？就坐在那里不动，就叫做坐禅。每一个人都跟着这样子学啊。你看那个到那个禅宗的禅院里面呢，他们有这个坐禅室，啊，专门在坐禅的，坐在那里啊，眼观鼻呀，鼻观心，一动都不能动，一动，他那个禅棒就来了。你打瞌睡，有那个禅棒打你的头，你不能睡觉，就是不动，不能打瞌睡，也不能东看西看。现在在修禅就是修这个样啊，怎么六祖是这样子讲呢？其实六祖是注重内在的自信不动，而不是外在的叫你的身形不动，是叫你啊能够口出善言，而不是批评人家的是非。这个叫做自信清净不动，这是六祖讲的。是很难啊，很难讲啊，因为禅宗大家一看禅宗，到禅宗的庙，那和尚啊每天规定坐在那里不动的，这也对啊，你不动的时候就不动，但是六祖所讲的是内心自在而不动，而不是外在的不动。但现在的禅呢，是讲先求外，外的不动，再求你内心的不动。这个难讲的地方就是在这里。
所以六祖讲啊，开口便说他人是非长短好恶的，这个是跟道违背的啦。这个六祖又开示所有的众生，善知识何名坐禅呢？什么叫坐禅？这个法门之中啊，无障无碍，这个就很深了。什么叫没有障碍？什么叫没有障碍？心如流水常自在，心好像流水一样啊，常自在。又像云一样啊，任西东；又像云啊，在虚空一样啊，它有时候飞东，有时候飞西。我这样子讲啊，不知道大家听得懂听不懂？因为无障无碍嘛，他讲无障无碍，流水就无障无碍。白云无障无碍，没有障碍。我们修行人修到最后也是没有什么障碍，什么都不是你的障碍。那么外在的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就名为坐，跟刚才所讲的刚好，跟外在的所有的一切善恶境界都不为，通通多，你的念头都不受影响，就称为坐。哎，跟一般的坐禅不一样啊，一般的坐禅就叫你坐，他不是，他是这样子讲的，外在的一切善恶境界你的心念通通都不起，这个就叫做坐了。从内看，从看里面，你的自性啊，你的自己的佛性清净了，它就叫做禅。你的自性清净，你能够看得见你的自性清净，你能够保持你的自性清净，那就叫为禅，就叫做坐禅。我这个讲起来都很深啊，讲起来很深。原来坐不是坐，禅不叫做禅，无障无碍就叫做禅。我在西雅图跟很多人说法，很多的弟子说法，我讲在月球，我们知道我们这里是地球，很多的这个众生很多众生，月球呢，据我们所知道的，没有众生。那么我问大家了，如果在月球，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又什么是佛法，又什么是坐禅？那现在问大家，如果在月球，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坐禅，什么是佛法？那我这样子问呢，就已经接近了禅，很接近禅。
那师尊的心念，师尊不是没有心念，师尊有心念，但这个心念是什么样子的心念？是广大无边的无障无碍的心念，是慈悲所有众生的心念，是广大无边的无障无碍的心念，这个才成为禅师。欢迎继续收看《莲生活佛讲六祖坛经》。莲生活佛认为，身坐禅只是最基本的修行外相，而拥有一份公正无私的心、无障无碍的心、慈悲众生的心，这才是真正的坐禅。莲生活佛为何如此说呢？我们继续来聆听莲生活佛的开示。如果你是一个公正无私的心、无障无碍的心、发菩提心的心、慈悲众生的心，你呀，就是真正的坐禅。六祖所讲的原因，所主要的、所解释的大半天，完全是在讲这个心。但是这个心呢，不是你看的心，也不是你守住静的那一颗心，而是你公正无私，你没有障碍，你慈悲所有的众生，你发的菩提心，你能够做到这样子的话，就称为坐禅。而不是叫你坐着不动，念头不要起，看住自己的心，不要起妄念，这个就是清净，这个就是佛，不是。如果讲说叫你坐着不动，看着你的心，不要起念头，不能起念头，不能有念头出现，完全都是空了。他卡隆康康的时阵，那个就是佛，不是这样子。真正的佛不是这样子，真正的佛起心动念都是菩提，起心动念都是公正，起心动念都是慈悲。现在有人呢，教你坐禅，没有错，你观察自己念头非常的多，非常的复杂，你要修正自己的念头，不要那么复杂，妄念尽量越少越好，这是坐禅的最基本上的 kindergarten 幼稚园，只是表面上的坐禅，不是真正心的坐禅。你真正心能够坐禅，你就是公正无私、无障无碍、慈悲众生，没有贪嗔痴。六祖所讲的坐禅品第五，
重点就在这里。以前舍利佛的时候，他跟着释迦牟尼佛，舍利佛最喜欢吃完饭就跑到树林里面去坐，过午的时候吃完午饭他就去那里坐，早上也坐，晚上也坐，午后也坐，天天就坐在那个树底下，坐在岩洞里面，无所事事啊，无所用心。释迦牟尼佛没有骂他，因为他毕竟是智慧第一的大弟子，但是维摩诘居士就骂他：“你呀，就是塔卡康康，只会坐在那里，对众生一点益处都没有。你这样子就是叫修行吗？没有廉耻的东西，无廉无耻，行尸走肉，天天就坐在那里不动，光化缘人家也不说法。”舍利佛就被维摩诘居士骂了。这样大家不知道了解什么叫坐禅，什么叫做禅，什么叫做不动啊？今天在这里都已经跟大家说明白了。Om Mani Padme Hum。欢迎继续收看《莲生活佛讲六祖坛经》。各位观众，在新的一年，也就是2013年1月6日下午1点30分，真佛宗台北中观堂将于中正纪念堂广场恭请真佛宗创办人莲生活佛卢胜彦亲临主持南无佛顶尊胜佛母护国习灾祈福超度大法会，以殊胜的真佛密法及尊胜佛母的光明大力加持，带领所有与会大众为共同迈向2013年的台湾人民祈福，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一切天灾人祸皆远离，经济复苏，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和谐。尊胜佛母是密教中相当殊胜而且具有大法力的一尊佛母。依佛典的记载，尊胜佛母不但能够消除众生一切的烦恼障碍，若能持诵尊胜咒，还能够免除三恶道的轮回，甚至灭除千劫中一切积聚的罪业，得佛受记。不仅如此，尊胜佛母也被称为密教的长寿三佛之一，还能够给众生长寿与健康，功德相当不可思议。中观堂常年持诵尊胜咒，也感应连连。在法会当天，主办单位更会在中正纪念堂广场树立一座大型的尊胜佛塔，供大众绕塔。现场并提供与会大众亲手制作小型的尊胜塔，再供奉于大佛塔中，为未来累积不可思议的功德与福分。在此，我们诚心欢迎各界善信大众前往与会，不但能够得到佛力的加持，更能福慧增长，长寿健康。又到了空中读书会的时间了，我们今天要与您分享的是莲生活佛第31本文集《东方的飞毯》这本书里的一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面，莲生活佛写道，对于死亡之后的境界，人类只能臆测，却无法真正知道。而许多心理学家和医学家只能从片刻死亡又即刻复活的病人口中搜集类似的经验谈。美国威斯康星州某大学曾有心灵研究，就是采取九位片刻死亡者的亲口笔录，来证明死后却有另一个世界。据这篇心灵研究报告，片刻死亡者的经验，他们都认为开始时是一阵挣扎的难过，不久之后痛苦便解除，有一种清安与舒畅的感觉在提升自己。此时会发现同伴的灵光或是亲人的灵光，而自己也变成如同蜡烛上摇曳的火焰一样。此时他们发现世界更宽阔，自己的灵光便游离在一定的层次。一个正常的死亡者必然产生两种现象，第一种是临视现象。临视现象就是突然看见死去的亲人，这种现象也可以表示死亡前的一种象征。第二种现象是电离现象，电离现象是心身不宁，行动和语言不能配合，此即灵魂欲离开肉体的征兆。所谓回光返照，就是电离的最高峰，成了一个点，如同物理力学中的弹性系数的点，再超出就是弹性疲乏。死亡可怕吗？莲生活佛说，事实上死亡就是清安和舒畅，如同天使般的翱翔。而死亡现象可以说就是灵魂离开物质化肉体的一个过程，从现实的物质世界走向精神的灵的世界。有时候挽救一个人的生命是一种慈悲，但如果这个生命是残缺的，是苟延残喘的，是无意义的托命，那么这样的慈悲好像就变得残忍。自然死亡的自由被剥夺，物质化的肉体也多受了几年的罪。许多人问莲生活佛，您是不是有长生之术？莲生活佛说，我没有，我同许多人的生命是一样的，不会在现实世界多留一天。有许多人认为活佛有能力救人免于太早的死亡，其实这是错误的。莲生活佛说，没有一个人能挽留他人的死亡，除非他的命还不到时候。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是一位得道的觉者，但他的父亲净饭王临死，佛陀也没有伸手救拔他。福由沉生暮死，我们人类也不过活了数十寒暑，这个刹那的时光是够短暂的。而事实上人人都要死，人人都得死，死毫无可怕之处。假如我们能够认清死亡后的境界是现实世界的延续，那么我们可以更努力，更有朝气，积极快乐地走完人生。我们今天就以这篇文章和大家做分享。节目的最后，欢迎观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莲生活佛的著作《智慧的光彩》这本书就免费的送给大家。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感恩您的收看。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不要忘了继续收看《莲生活佛讲密宗道次第广论》。我们明天见。